秋天的烦恼一定会被冬天的雪埋葬。距离奇台县县城区不到6公里的南湖欢乐谷，藏着一个小型滑雪场。雪场虽然小，但是离家近呀。雪道飞驰，会让你释放所有的压力和烦恼。快带上你的小宝贝，把2021年的烦恼都甩走吧。